完了！阿莲烧起来！我人怎么没什么事？还可以动吗？欸，可以动欸！我是火烧车。各位乡亲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K 安阿金啊，今天又来到我们传说中的五星通气，没有错，什么直升机，不要在那边乱好不好？虽然等一下就要五星通气了，我还是把你轰下来好了。来看我一个瞄准，是不是？哈哈哈，舒服。那我们看到我旁边有一台这个遥控车啊，其实这个遥控车有一个非常非常 OP 的事情，就是说它可以穿过每一台车子的车底哦，这样子要进行五星逃脱，应该会非常非常的轻松了吧？那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请先帮我按下喜欢，喜欢就帮我按到6666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我的观众朋友也可以帮我按下订阅按钮，并且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整片开始啊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先坐上这一台闪电麦昆遥控车版本哦。感觉非常非常的屌啊，我到底是怎么进去这里面的、啊、有点点不科学啊。哦吼，走咯，感觉很屌。哎、欸、它往下飘速度好慢哦。我竟然飘到这个工地里面来。顺便在工地这边稍微逛一下，逛一下街好不好。哎、欸、这个缝我可以掉进去吗？等一下会不会卡死在里面啊？啊嘞，完了！我们五星通气就直接躲进这种地方就好啦，超强！哎、欸，这个好像跟那时候那个老鼠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现在五星通气正式开始，五星喽！吼，谁都拦不住我，以我这种速度，我有没有？说穿越就穿越，穿过你弟弟。哎、欸，走这边，这应该没有坦克车。哦，穿过坦克车，呵呵呵，超强，直接去挑衅哦，挑衅坦克车。哎、欸，轻轻松松啊，还想挡我啊？呼呼呼，啊，完了，烧起来怎么办？哎、欸，烧起来啊！完了！哎、欸，不行！哎、欸，为什么烧起来？我刚才有被弄到吗？完了，哇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剧情不是这样演的、啊，怎么会烧起来？来，我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。我们先跑去哎、欸、某一些建筑物里面躲，应该可以吼，对不对？我们先去哦。哦，全速前进！走了。等一下，那边过去好像死路。我们走这边，我们先去一个什么那种什么警察局啊，还是医院之类的，有没有？先躲一下。来咯，全速前进！我们走这边，再冲过去，再走这边。先躲到医院里面好了，这医院我应该也是可以钻到一些奇奇怪怪的地方吧，对不对？五颗星哦，哎，该不会我五颗星直接躲成功啊？哎，这要躲到桌子底下还没办法哎，这比老鼠还要大只啊！怎么当初这个老鼠还可以钻到椅子底下哎，结果这个遥控车没有办法，我嘞，对不对？它钻不进去啊！它比较大台一点，让我冲过去，呜呼！全速前进，不然我们躲警局好不好？我觉得警局 OK。我觉得一直穿越他们真的很浮夸、啊，浮夸到一个不行哎、欸！上不去啊！有没有那个、啊、无障碍空间？哎、欸，有，这边有无障碍空间。哎、欸，借过，开门，哎、欸，可以，进去了，
咯咯咯咯咯，我要躲这个上次那个什么局长办公室的桌子底下。老样子哦，这边不够小台是进不去的、啊。哎哎哎，进不去！我嘞尴尬，怎么会进不去？老鼠都进得去，我进不去，这样子说得过去吗？我以为他也可以进得去哎，就不行。等一下。不过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待好了。我们这台车的特色就是可以这样子穿越啊，所以完全不用担心。哇嘞！但是还是会撞到墙。如果连墙壁可以穿越的话，那就无敌啦。跟你讲，既然它可以穿越，我不来这个高速公路表演一下，怎么说过去？为什么它？等等，为什么我会飘起来？一直飘啊！来来来，保持良好的速度，穿过去就是你的。史上最简单的环岛啊，五星通气的环岛完全难不到我，有没有感觉非常非常的好？完了，可以修复一下吧。我修复，有火不见了。刚才那摸到火不算吧？对啊，我把这个火给弄熄灭。不然等一下要爆炸了。全速前进，因为它不是直接炸到我，它是炸完的那个火穿过去，然后就烧起来啦。这台车的缺点就是容易火烧啊！关！这一些车挡这样子也挡不到我，完了又穿过火焰。没事哦，好加在这一次没事，我们就这样子一路飙下去，非常的舒服，用这种高速关。太爽了吧！五星通气这样子玩，整个就是完美啊！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个下午哦，应该是算是已经太阳快要下山的时间了。走，轻轻松松环岛，这个太阳非常的刺目，太阳不要再刺了。这样子，洛圣都的车子再多也不会影响到我，非常非常的爽，走了，来了，前面一个弯，慢一点。虽然可以穿越车子，但是没办法穿越那些栏杆啊，所以过弯还是要小心一点。走了，我们直接大闹这个洛圣都了。这个太阳下山怎么这么慢？很刺眼。太刺眼了吧！不要再这样子刺眼了，走了，全速前进，飘起来！突然觉得他们好废哦，但是我的五颗星到现在都还没有消，要消五颗星其实也蛮困难的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哇塞！他想干嘛？完了！真的完了！真的！好险！这就是撞到墙壁的后果啊！千万不要撞到墙壁啊！我们这逆向也没问题，好舒服哦！超爽的，走喽！卡到什么东西？为什么刚刚会卡住？走喽！我觉得可以钻车缝算是还 OK 啦，但是他连轮胎都能钻过，我是觉得比较扯，有没有？你看坦克车照理说是钻不过去的，他还是照样钻，钻坦克车。那我们去这个海边不就相对上会比较危险一点点？会吗？还是我们去这个机场之类的，我都不用等红绿灯，感觉很好。我换条路走，走这边，完了，又卡住，千万不能卡住啊！跳哦，再一个跳跃，我再跳，完了，就知道会卡住。然后我们走这边，这边应该有一条路可以上去，没有错。好嘞，现在已经黑夜了。会不会这一台车太强了？
我除了死第一次之外，我应该后面不会再死了吧？我猜啊，我们这一次走下面。哦哟，想干嘛？还想弄我啊？完了！哦吼，呜呼，走喽！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这边有一条小路，这边有一条小路。完完了，完了！阿雷，烧起来！啊，我人怎么没事？哎，我人怎么没什么事？还可以动吗？哎，可以动哎！好，那这样还可以动，就不管它了。我是火烧车，走喽！我觉得等一下会爆炸。哎、欸，阿雷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我没死？太丑啦！太丑了！我变成了一坨黑炭，没死。等一下，是这个遥控车的功能吗？我可是没有开无敌模式哦。因为一般开无敌模式，你的车子根本就不会变成黑炭。哎，等一下，没办法倒退哎！啊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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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赶快，阿雷！哎，所以我刚才那是怎么存活下来的？他真的会死啊！太丑了！好啦，我们现在人就在这个机场的里面。全速前进！哦呦，哦吼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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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来了来了来，飙起来！呼呼，舒服啊！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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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吼，他们现在人来了吗？我现在完全没有在怕你们的，毕竟我是闪电麦昆。哎、欸，这个飞机底下这种东西，哎、欸，这会挡住哎、欸，哦，这个可以穿过，所以只有载具类的东西可以穿过。吼吼，你们跳起来都可以穿过啊，超屌的！那这种可以穿过吗？停在路边的也可以，这个也可以。我记得有一些是那种假的载具，有没有？假的载具应该就不行了。我要去找那个假的载具。我记得在这边有几台假的这个飞机啊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就是前面这一台，这一台应该就不能穿过了啦，这一台是假的。来，我们穿越看看哦。哇嘞，哈哈哈，这一台就穿不过去啦，所以仅限于载具类的，我可以穿得过去，这种不是载具的都没办法。阿雷。真的很趣味耶，然后为什么没有坦克车要来打我？坦克车勒，这样我躲在某一台这个飞机的底下不就无敌了？例如像这个，这是真的还假的？哎，完了！哇嘞，修复一下，修复一下！阿雷来不及修复啊，死得莫名其妙啊！好啦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这个市区。哦，开着我们的这个小车车散步。如果我们一直躲在底下，那不是就无敌了吗？是不是？有没有聪明？我躲在某一台车子的底下就安全啦、啊。或是停在路边的，停在路边的，这像这台有没有？欸嘿，完美，对不对？他们看不到我，我也看不。我是不是？我在这个车内视角、欸，哎。无敌了，无敌了！嘿嘿，还想弄我啊？我们用那个第三人称看看。我现在躲在这台车子的底下，看一下有没有。无敌了！坦克车不要来，我就没事了，好不好？坦克车别来！哎、欸，你想干嘛？想要偷射我啊？这个想干嘛？哎、欸，他自己死掉哎、欸，他是想被他同伴射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没有？还蛮安全的哦，非常的舒服啊！躲在这下面真爽。来来，我们就这样子给他拖台前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是五颗星，没有错。哎呦，我这个视角怎么那么高？
嗨，你们好。没有人这样子的啦！修复，修复，修理载具。阿雷，他们作弊呀、啊！说好不能用坦克车的、啊。好了，差不多12点了。哦，我们历经了这样痛苦的24小时，没有，好像过程中都蛮爽的吼。除了坦克车还是最大致命伤外，其他基本上我应该是呈现无敌的状态了吧，对不对？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最后呢，我要感谢这些加入 YouTube 会员的人，因为有你们让阿金变更好，感谢你们，就这样。